疯了就去精神病院，用我帮你打120吗？要不是化妆成这样，宿管阿姨也不让我上来呀、啊。哎呦，对人家这么贴心呐、啊，还给人家买早餐，来给我吧。那好。小柔，啊，健康早晨，健康一生。我不要。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，拿去吧。等会儿我来接你去上课。不带。小柔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爱心早餐，一定要吃饱饱哦，这样你才会漂亮。我先去教室了。嗯。哎，那要什么呀？好了，拍的好看吗？放心吧，就算你今天妆化得再丑，咱不是还有 PS 呢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说我长得丑啊？没有，哪敢呢？那你再给我多拍几张。嗯。给我拍好看点啊。哎，小柔，你以后不要给我买早餐了，我不吃。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不爱吃？你说，你吃啊。我给你买。我以后单独跟你说。
哎，你别走，明天给你买鸡蛋灌饼。贺宇，你还给我拍不拍了？哎呀，拍什么呀？你快快快快，自己拍自己拍啊，自己拍。贺宇，小柔，我真的是在同性恋酒吧里看到他的。小柔，你和米勒住一个寝室，你肯定知道他是还是不是。是什么呀？别瞎猜。小柔，你跟他住一寝室不别扭啊？要不然跟导员说说，换一寝室。就是啊，那跟个男的住一起有什么区别？哎，他有没有偷看你洗澡呀？这是别人的隐私，你们有意思吗？再说了，人国外同性恋合法婚姻，你们怎么那么 low 啊？哎呦，不至于嘛！再说了，米勒也不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呐。就是就是，开个玩笑嘛，别那么当真。开玩笑也得有个度啊。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也太没品了吧！反正我觉得米勒人挺好的，我跟他住在一个寝室，挺自在的。跟个假男人住一起。老话说得好，人心里想什么，看见就是什么。那心里有鬼的人，看什么都是鬼。天天嘴里嚷着反对同性恋，十有八九都是生贵。你看他。哎呦，宝宝不生气啊。小柔，下午没课，看展览去啊。我不去了，我要去图书馆打工。贺宇，我下午有空，我陪你去看吧。打完工也能看呀，小柔。别烦我。别介呀，瞧你那横眉冷对的样，不可爱了啊。要可爱找他呀。我们小韩寒可是最可爱的，还有气质，还是个校花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个抖 M， 我就喜欢你这个不可爱的。贺宇哥哥，我超级萌，超级可爱，我跟你不搭的。装的跟老板林志玲似的。哎呦我，你最可爱，你最萌了。贺宇，这个人有没有一点底线呀？不过我告诉你。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跟那样肯定是完全相反的。我就喜欢你这样善变的小女孩。哎，小柔，哎，娘炮，我叫宝宝。我那两张电子票给你了，给我呀。贺宇，没事，我带你去看。走。贺宇，哎，小柔，我找你半天了。哎，我刚学了一魔术，给你变一个。
你能不能不要打扰我看书啊？哎，明天晚上我过生日，请你去 KTV。没时间。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不见不散。方以涵，要不明天晚上你陪我一起去吧。他又没有请我去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其实我对贺宇真没那份心，而且我也不想他在我这儿浪费时间，你懂我的意思。那，你就是对米勒有那份心呗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他如果不是个女的，那在多少女孩心中可真是男神级别的人物啊。是啊，虽然说她是个女的，但是在拉拉界也是相当受欢迎的呀。你们还有完没完？到底去还是不去？去呀，为什么不去？去去去去去。我会找个时间跟贺宇把话说清楚，其他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。行，只要你别捣乱，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他。对呀，我们家小韩寒又可爱又有气质，而且还是学校的校花，拿下他分分钟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嗯。亲爱的小韩寒，明天呀，我先去帮你打探一下军情。宝宝，你太好了。嗯，来。今天的香水很适合你。今晚我会跟贺宇把事情说清楚，剩下的事儿你自己看着办啊。贺宇啊，其实自尊心挺强的，你一会儿可不要让他下不来台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贺宇人真挺好的，你真不打算跟他试试？你对我还是不放心啊？跟你说实话，我对他真的没有感觉。那你对谁有感觉？米勒，关他什么事儿啊？其实啊，我觉得米勒他作为一个女生来说，他也太帅了点儿。有时候我感觉我都快被他掰弯了。哎，你跟他一个寝室，难道对他没有感觉吗？
多了我这个电灯泡，不介意吧？你这个电灯泡啊，瓦数太低了，那屋里头还一堆呢。走吧，小柔。我今天想跟你说，小柔，你先听我说。今天你能来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。小柔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一直一直对你好。贺宇，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我们不合适。咱们哪儿不合适了？我对你没感觉。可我对你有感觉呀，小柔，你是不是感觉错了？你好好再感受一下。贺宇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，我们只能是朋友，不可能是恋人。小柔，我发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对你最好，我的命都可以给你。小柔，你放开。小柔，你有病啊！我他妈最讨厌的二强木女啊！贺宇，你没事吧？敏乐，你那么打人呢？小柔，你也不管管他，他活该。敏乐，你他妈给我站住！贺宇，没事吧？让我看看。回来，你同学那边没关系吗？本来就散了呀。我吹风机呢？你看，我帮你吹吧。我自己来吧。赶紧吹完了睡觉。
说，洛雨为什么不喜欢我呀？他就是个死心眼啊，干嘛非得喜欢一个不喜欢他的人呢？他呀，何止是不喜欢他，估计啊，连男的都不喜欢。不喜欢男人？嗯。难道喜欢女人啊？嗯。米勒像拉拉，但是他不像啊。你傻呀你！拉拉里又不都是男人婆，也有女的呀。有话当面说，别在背后嘀嘀咕咕的。你倒说呀！要不要看医生啊？输了100个俯卧撑，敢吗？好啊，来啊！走，看好了。就这点本事和气量，你也配追小柔？你他妈说什么？汉语。小柔，下次再约。小柔，晚上一起吃晚饭。小柔。写字儿。
我今天我没去，谢了。哎呦，真能装，都那么暧昧了，有什么可装的？看小黄片儿，没事你接着看，不介意。谁看小黄片了？你经常看吧？嗯，偶尔。那看的是男的和女的，还是？想知道。我才不想知道呢。这丫头今天起得这么早，
保持距离，身心清净，坚持织女路线100年不动摇。米勒再帅也动摇不了你的心。加油，于小柔，你可以的。小柔画的吧，我就说他俩哪儿不对劲儿。哪儿不对劲儿啊？他俩是一对儿呗。瞎说什么呀，不可能。也就你吧，有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唯有爱与咳嗽是掩饰不住的。大家都看出来了好吧？哎，行行行。小柔，小柔，你不当我女朋友，是不是就是因为他？我先进去了。贺宇，晚上找个地方我们好好聊聊。好。好好聊聊。贺宇，给我拍照吧。拍什么拍呀？自己拍，自己拍，自己拍。没事，宝宝给你拍。小柔，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但是你不能剥夺我对你的爱呀。我对你没感觉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？我不想尝试被迫的感情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，行吗？我发誓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一辈子爱你，一辈子不让你受委屈。我相信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？小柔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接受我是不是因为米勒？关他什么事儿？他，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我就知道，是不是他勾引的你？你别胡说！
好好的正中你不走，你非走这歪门邪道。贺宇，从现在开始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小柔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小柔，放开我！听我说，小柔，小柔，你能不能清醒点？放开他，知道吗？滚蛋！我们俩在这关你屁事！他是我的人。敢跟我比比吗？一球定胜负，谁要是输了，以后就离小柔远点。如果你输了，从今儿起你再也不能骚扰小柔。好啊。米勒，你输了，去医院吧。你的手真没事吧？只是擦伤，养两天就没事了。那你今天晚上睡觉可别压着了。睡着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你跟我睡，帮我看着点儿。Thank you.
被你压了一个晚上，我的伤好像更严重了。真的？嗯。那我看看。你摔的时候诱我。你又忽悠我。你这智商是怎么活这么大的？嗯？Thank you.
怎么了？肚子疼，我还是先回寝室吧。怎么了？裤子脏了。真是。怎么还真丢人？你先走吧。嗯。恶心死宝宝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去办点事儿。起来，我去食堂帮你弄了杯红糖水，喝完能舒服些。嗯，把它喝了。谢谢。去床上休息吧，我帮你揉揉肚子，长得好受一些。手麻了吗？小韩寒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米勒和小柔好上了，朋友圈都刷爆了，朋友圈里还有他俩嘿嘿嘿的小视频呢，你快去看一下，快快快快快！怎么了？
这个娃娃嘴里的头，他天天嚷嚷着反对同性恋的人，十有八九都是社会。你看他，哎呀，宝宝不生气啊，气死宝宝了。我竟然亲了一个男的！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咋样？这个对，当不当男的，这个对。出来点啊！你们咋了？你俩别。是已经老胖了。